捷群国际于1975年在台中市山城创立，自成立以来持续专注于精密机械钣金制造，于90年代研究开发半导体设备的钣金、箱体、骨架，并于2012年导入 ISO 9001 品质管理系统。为了提升客户服务，替客户统包式一条龙生产政策是我们的政策导向，从备料开始，经过精密雷射折取、焊接、CNC 精密加工、表面处理，包含到组装成品，都是为了提供给客户更好的交期品质控管。捷群为推动智慧工厂，积极导入异化系统，如 MES 系统结合 ERP 系统，增购自动化的机台，如自动光纤雷射焊接机、自动光纤雷射复合加工机，提升产量。为了检控精细的品质，更是增购三次元测量仪，并且培训通过美国焊接协会认证的焊接检验师与德国焊接协会的国际焊接工程师，来提升本公司对品质的要求控管。客户对捷群的产能期待及就近服务客户，2021年于台南市山上工业区扩建新厂房，占地2400坪，投资金额超过5亿，并且通过经济部中小型企业加速投资行动方案，满足客户对精度及组装包装洁净的要求，我们规划全洁净 Class 10万等级的厂房，并且组装室规划有 Class 1万等级给予特殊要求的客群。捷群国际简称 CCI， 代表的是自信、创新、国际化，而我们正往着这个目标迈进。